大家好，我是连于涵。那我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饰品的穿搭。我其实平常很喜欢这种细细的链子，因为这样无论是你戴手表或是什么，它就是再加一个也都不会觉得好像很厚重这样子。然后你也可以两条链子一起搭，就是会有一种层次感。那通常呢，就是如果我刚好有绑头发的话，会加一个耳环，就是让自己看起来有精神。如果是这种直接穿过去的这种手链，觉得很方便，我就直接这样扣在手上，可能会有两三个，就让手上有一个那个声音的感觉，连戴饰品都很有节奏感。因为我其实很喜欢就是锁骨链，然后像有时候链子长长短短不同的长度，我可能会搭两条，就是一个短的一个长的，让脖子这边有一个延伸，就看起来比较有层次。如果是戒指的话，因为我的手就是属于算是以我的比例来说比较修长，所以我有时候可能会戴两个，让自己的手就是看起来比较丰富。像这个手表里面它有滑动的钻石，所以就是你可能走到哪里，这些钻石都会随着你的节奏闪出它不同的光芒。所以其实我非常喜欢戴各式各样的小饰品，推荐给大家，让大家可以把自己装扮的就是心情很好。